人家说你在店里面都没有消费，这边待这么久了，你要不要先离开？你住哪里？证件嘞？这都你的东西吗？有没有证件在身上？包包是不是你的？6.2的微信是6.1。你现在有没有怎么样？我们看一下，确定一下你的生命状况。那你东西拿出来。如果你不是一个 ambulance 救护车的话，你有不舒服就对了，是不不是？应该放你你有救护，你有不舒服吗？动手。你有没有不舒服？你有没有不舒服？我现在在询有，问你，有是不是？有帮你叫救护车，他们拿来，你要配合，可以吗？请你不要。他们要叫，我们已经叫救护车，因为你有说你不舒服，等一下就是请你去医院。不需要去医院。我们会我跟跟你讲你，话，你就这样我们过会去。跟你说附近哪里有 Seven Eleven 让你你过快起去。来，对，要你不先然我起就来。强制力了。我说我会出去。我们就要强制力了，现在跟你告知了。我说我会出去。那你请你现在马上站起来了。啊，你马上站起来。不话我是。们就使用强制力了，我相信你听懂了。哎，你不站起来，我这样上安全套。我的鞋子。